是小慧。那么今晚今天非常有这个荣幸，能够站在这里的舞台上为大家演唱。那么今晚今天谢谢我们的浪琴舞台秀，谢谢我们的老板，也谢谢我们今晚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们，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间哈。那么首先呢，要感谢我们的Uncle， 两位 Uncle， 谢谢你们的红包，谢谢，感谢您。那么继续呢，为大家安排下一首歌曲，那么先带来一首《天下该醉挂斗气》。懂的，谢谢。好，送给大家这首歌曲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